大家好，我是 Giovanni。大家好，我是 Lorenzo。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影片，现在我们要来聊聊关于这个建筑的奥秘。嘿，对，这个建筑就是位于意大利卡帕丘帕伊斯顿的海神殿 ，Tempio di Nettuno o Posidone。哦，既然如此。根据它的名称，它应该是祭祀海神的神庙吧？那怎么有传闻说它有一些名称上的错误呢？哦，是的，会有这样的误解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海神殿位于的位置。Paestum 这个城市位于坎帕尼亚的萨列诺省，但是这个地方以前可是希腊的殖民地啊。Paestum 这个字是罗马人改的，它是一个罗马名字，但是它在希腊殖民的时候是叫 Posidonia。它就是直接以波塞顿的名字命名，而这座神庙实际上是为了天后赫拉所建。它的真实的名字或许应该叫做赫拉二世神庙，因为在它的南方一点点的位置，有一座比它更古老的赫拉神庙。哦，那既然如此，可以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名词的意思吗？当然没有问题。会在这里会特别强调它是单内室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大多数的神庙都只有一个用于放置神明雕塑、用作祭祀的空间，都只会有一个，而少部分会有两，才会有两个，而有些在内室的后面会有一个不对。神庙外面连通的房间，那叫做后室，通常是用作于当做金库。不是神庙的管理员是不能随便进出的。而所谓的双主前廊中庭，就是前面二和三的部分，这里延伸出来的地方就是前廊跟中庭嘛。然后这种双主前廊或中庭的建筑庙，这种有两个前廊和中庭的样式的神庙，也叫做双双峰神庙。言下之意就是它与一般的双峰庙 （Tempio in Antis） 只有一组双峰作为对比，它前后都有一组，所以它就叫 Tempio doppiamente in Antis，双双峰神庙。而既然讲到神庙，那就不能不讲到它的柱子样式。这些柱子对这些神庙来说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海神神庙是由最古老的多力克柱式所构成的，它在这三者之中，是最为古老、最为简朴，也是最为粗壮的，所以它又称作男性柱。它对比起来两个，就没有那么的华丽，那么多的装饰品。有它的特点就是下面没有柱基，最多只有一个台座，而它的柱头的部分，相较于其他两者，就基本上没有装饰。它的柱身总共有20条沟壑，从下面这三张图可以看得出来，由于它的圆的角度、沟壑角度挖得较大，所以它柱子凸出来的角落非常尖锐。好，以上是我们这次的报告，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再次感谢 Costa 教授的教学及指正。还有，帕帕亚电脑教室哦，非常棒。对，也还要感谢帕帕亚电脑教室所教学的影片剪辑小技巧。